去超市啊，你在门口等着，小宝贝儿，这小宝贝儿也会享福的呢啊，这儿暖和就跟那儿晒太阳是吧？老北京管这叫晒暖儿，晒暖儿啊，就是晒暖，暖和啊，温暖的暖啊，跟那农村老头似的，在那个墙根儿啊，一揣手，黑棉袄，免裆大棉裤是吧？哎，是吧？他这个鼻子，他这个嘴，他这个脸，紧贴着这个地毯，这个地面，他也在听周围的动静啊。有时候旁边飞过一只鸟啊，是吧？他都有反应。更别说人呀，是吧？猫啊，车呀，它的嗅觉、它的听觉特别的敏锐啊，这个比人要敏锐。这 我特别喜欢狗的这个小黑鼻子头，这小黑鼻子头就跟这个日本哈，大日本皇军啊，太君是吧？跟那个人单胡啊，小黑胡子是吧？日本人也叫板刷胡是吧？中间那一撮儿啊，所谓的抗日电影，一部分是老电影，其实那老电影也是神剧，也是抗日神剧，实际上和真正的史实啊，历史的事实相去甚远啊，差远了。像什么亮剑，什么雪豹啊，让。